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暑期系列节目《故宫掠影》，我是主持人王玲玲。在紫禁城当中有这样的一座殿堂，明清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，这里只有几个守护的小太监，常年是冷清肃穆。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很少有人问津的地方，在建筑规格上却不亚于紫禁城中的任何一座宫殿，它的正殿高度甚至超过了彰显皇权的太和殿，它就是太庙。这里是劳动人民文化宫，旧称太庙，这里每天都会迎来各种各样参观游览的人群，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和优美典雅的环境是这里的亮点。太庙是目前紫禁城所有的建筑当中唯一一个对外使用的建筑，但是在几百年前，这里却是皇家禁地，也是皇家最为神圣的地方。公元1850年2月25日，农历正月十四，元宵节的喜庆气氛已经开始弥漫。然而，此时的紫禁城却笼罩在一片哀伤阴霾的气氛中。大清最高权力的拥有者道光皇帝驾崩，在弥留之际，他留下一道珠玉，死后灵位不入太庙，不立神功圣德碑。太庙最早是祭祀祖先的地方。明朝永乐皇帝按照《周礼考功记》中前朝后请左祖右舍的规定，在紫禁城的左前方建造了太庙。太庙是供奉皇帝先祖的地方，为了彰显皇权地位，太庙殿内68根大柱及主要梁部件均为金丝楠木制造，它是现今世界上最大的以金丝楠木为主体的宫殿。这种名贵的木材只生长在中国海拔1500米的亚热带地区湿谷、山洼及河床旁，砍伐难，运输更难，只能等雨季，靠山洪的力量才能将木材运出深山峡谷。皇帝如此煞费苦心地修建一座供奉先祖的圣殿，可见太庙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。公元1521年，嘉靖皇帝花尽心思让自己生父兴献王的牌位进入了太庙，这虽然是嘉靖的一片孝心，但是由于兴献王没有当过皇帝，这种行为不合规制，还是引发了群臣的不满。嘉靖听后大怒，下令杖责群臣，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意大利事件。这件事也彰显出了太庙在当时人们心中那独特的地位。意大利事件让群臣知道了嘉靖的决心，之后经过嘉靖17年的努力，终于如愿以偿，他的生父兴献王的牌位摆进了太庙。此时的嘉靖皇帝不会料到，最早只允许供奉皇帝先祖的太庙，后来发展成皇后和功臣的神位也可以被供奉在这里。但是有一位皇帝却不情愿自己死后被供奉在太庙。300年后已改朝换代，大清第六位皇帝继位，年号道光。道光皇帝在位之际，延续千年的礼仪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坚船利炮已经打开了中国的大门，道光皇帝签署了近代中国第一份不平等条约《南京条约》，他自感愧对祖先，这才留下了那道死后不入太庙的珠玉。这可难住了儿子咸丰皇帝，若遵从了父命，
无意将自己排除在孝子贤孙之外。最终，道光皇帝的牌位还是被极不情愿地摆放进了太庙，供后世子孙祭拜。每年的春夏秋冬四季第一个月的农历初一，太庙中的牌位都会被捧到享殿，而皇帝则会亲自来到这里祭祖，这是常规性的祭祀仪式。每当遇到国家重大的事情，比如皇帝登基、大婚、册立皇后等等，皇帝本人都会来到寝殿向祖宗上香报告，这被称作是告祭。此外，规模最大的祭祀仪式在每年除夕前一天举行，历代帝后神位都将恭请到大殿合祭，叫做掐祭。清朝建立初期，多尔衮为了彰显前朝的祭祀信仰和文化，他升级了祭祀的规矩。祭祖前三天，皇帝和文武百官就开始斋戒，不饮酒，不吃荤，不处理刑事案件，甚至不去看病，将祖先牌位从寝殿、挑庙移至太庙神座安放，然后举行隆重的仪式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太庙这座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祖的家庙，成为了普通民众日常活动的场所。好，观众朋友，文化大百科暑期系列节目《故宫掠影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。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，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，参与实时互动。您可以拿起手机，打开微信、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。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，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赠别诗是中国古典诗词中最为重要的题材之一，从风萧易水到西出阳关，它时而悲壮，时而沉郁。在壮美的黄鹤楼上，面对即将远别的故人，诗仙李白是如何表达别离之情的呢？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。